筷子，然后来两瓣蒜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，沈阳有名的四季面条的大肉面，这碗辣椒啊是它的这个灵魂啊，是它的灵魂。在铁西兴顺街194号，这家应该是最正宗的了，吃过的可以来报个数啊。哇，量力而行，这面太辣了。配了点猪肘子，太高估自己了。吃二吃面条的第二个部分，加醋啊！其实我们可以先吃原口，然后再加辣椒，再加醋，能吃三个口味。啊，鸡架还没吃呢。在沈阳嘛，这口鸡架跟抻面得尝一口，但也不是说多好吃，因为它就是个面条，那种生活状态。对，怎么说呢，吃成习惯了，没事吧，他不总吃这口他就想，你知道吧。啊，大家没事可以来试试，在沈阳很有特色的面，但是先少放辣椒尝尝再说。再见吧兄弟们，没再吃饱。咱们沈阳的抻面跟鸡架系列啊，就是还会继续做下去，我们继续。你最喜欢的面馆可以给老刘推荐一下啊，就去过3次以上的面馆吧，是不是？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别忘了告诉我名字跟地址，我会去拍的。再见。